子姐姐，你认识形状吗？这里有个门。啊，钥匙！兔子姐姐选择了正方形。哦，不对。哼！啊，兔子姐姐选择了三角形。哇！哦！啊！不！啊，是镰刀龙。你好，兔子姐姐。你好。镰刀龙可是砍树小能手，可厉害了！呀，好险好险！哦，兔子姐姐又遇到了一扇门，哈哈！呜呜呜！啊，钥匙！兔子姐姐选择了圆形。嘿，哦，不对，兔子姐姐选择正方形。嘿，耶！门开了。啊！原来是三角龙。你好，兔子姐姐。你好，三角龙。三角龙头上尖尖的角可以撞击坚硬的物体，是攻击和防御的好武器。哇，好棒！哇，兔子姐姐又发现了一扇新的门。啊，钥匙！兔子姐姐选择星星。嗯，嘿，哦，不对。啊，兔子姐姐选择了菱形。兔子姐姐恐龙王国猜猜乐正在热播中，快来看正片哦。恐龙王国猜猜乐。